港人识饮识食，对日式烧肉放题一向有要求。呢间位于尖沙咀嘅日式烧肉料理就绝对满足到识食嘅香港人。烧肉店引入贵价烤肉同海鲜，食材质素高，加上新鲜刺身、即叫即炸天妇罗等美食，最近仲推出第二位人头半价优惠，难怪吸引咁多人约埋班朋友一齐嚟食。再加上火炙寿司、雪花牛肉、饭辣杯、海蝦，过百款美食任你点。食店更唔用传统 order 纸方式，改用 iPad 落单，方便又有效率。老板仲好细心，喺店内加添一把喷雾风扇，加上强劲抽气扇，大家就唔怕食到大汗淋漓，衣物又有阵烧肉味啦。值得一提嘅系，呢度嘅侍应服务相当有效率。我打后等一阵就会送到，最适合讲效率嘅香港人约埋三五知己聚餐，唔会呆等食物而浪费时间。讲到烧肉，日本人中意配啤酒，边食边饮至过瘾。呢度就有日本手工山啤俾你选择，食住烧肉叹啤酒，实在系人生一大享受。而且店内提供坐袋山啤机，自己啤酒自己斟，一大班老友齐齐饮胜够开心。加上呢度室内室外都有大台同卡位座位，坐十个八个绝对冇问题。计我话最适合良朋共聚，点几盘刺身一齐分享。食完刺身一定要是高级烤肉，极力推荐牛仔骨，一口和牛。牛仔骨嘅脂肪比例适中，正说花纹美，肥而不腻。成班 friend 继续烧住倾，为呢餐画上完美句号，连个胃都一定满足饱肚。现在晚市特别优惠，二人同行一人半价，只要参与烧肉店嘅 Facebook 活动，好容易就可以享受人头费114蚊嘅优惠。记得打嚟订座，同成班老友一齐嚟食。